哎呦，人家1.8斤，1.8斤啊，对，多少多少呗。哎，好，你不要骗我啊，不会骗你的，我们交易那么长的时间了，是吧？哎，哎，你这两袋是不是也捡了一个星期啊？有一个多星期，一个多星期、啊。我在工地收工我就捡。哦，这样。今天刚刚收工回来，哦、你看全身泥巴。哇、哦，这个稍微重一点点，这个的话就是3斤。多一点点，三斤，那就算你3.5斤了。那个1.5斤，算你5斤啦。5斤啊，是啊，5斤啊，刚好说好1块钱1斤的。5斤那就5块啊，5块啊，对。哎呀，你捡了一个星期就走2包是吧？对对对，我那以后我每个星期我都过来收一趟。哎好，你看怎么样？反正我去外面看见有我就捡。好了，最起码一个星期有一袋啊。好好，行，下个星期要来啊。啊好，那5块拿着啊。好啊，谢谢。哎呦，5块钱多两大袋啊！哎呀，我称了，你不要乱动。哎呀，卖给我嘛。怎么卖给你？你也收过烂啊？哎，美玲姐，谁都要啊、哎，5块钱。天那么热，先来出一本粥呗。哎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啊，下次。啊，够了之后，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过来啊。啊，好，是叔啊，谢谢了、啊。你每个星期都卖给他？是啊，卖啊，老顾客啊。哎呀，还给。反正我做工有，我就捡回来。5块钱两大袋。白捡的，反正我不用本钱的。是啊，那你进去吃吧，好吧。好，谢谢。你不值5斤呐、啊，1块钱1斤吗？是啊，1块钱1斤啦、啊。你家有没有啊？我家。是啊。肯定有啦。你家也有啊？肯定有了，我家铁皮304、纸皮、空瓶子，啥啥都有。这样子啊？嗯。哎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去收。我家在那边。那边？对呀、啊。好、哦，那行，那我绑好车去。快点啊！好、啊、好。哎呀，这个破烂佬啊，每个星期都坑我四叔。哎呀，坑老实人，看我怎么整你，等一下。稍等一下，美女啊！你快点啦、啊，不要磨磨唧唧的年轻人。没有磨磨唧唧，绑上嘛，是吧？哎呦，哎，刚开张今天。刚开张你就赚了。哎呀，做个生意哪里有说赚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都是为了生活，困两看而已。我看你不是为生活吧？那么年轻，那么帅气。出来收破烂！哎呀，那在家只能干干做种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鸡肉、哎，这边，哎，不远嘛，那我就不用踩车喽。我拉过来的。啊，好。就不回家。好。哎呀，破烂佬，到了，这就是我家了啊！哎呀，这就是你家了。对呀、啊啊，我家就这样了，冬暖夏凉喽。哎呀。干嘛、啊？怎么你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不出去工作啊？我不出去啊。刚好请假在家。对啊，过2天就出去了。哦、美女，那你多大了？我25。有没有男朋友啊？男人的手都没摸过，哪里有男朋友？没有啊。肯定没有啦。哦，这样。哎呀，我也没有女朋友，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吧？做女朋友啊？是啊。纸皮多少钱一斤？哦，纸皮啊。对呀、啊。本来收2毛的，我给2块。2块啊？是啊。2块那么少，5块嘛。啊，10块。哎，10块啊？是啊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、啊。哎呀，你干嘛、啊、那么直接？那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呀、啊？是不是？哎，那我拿出来啊、哦！我给高点价格啊！好啊！哎呦，什么都收是吗？是啊，304哦。啊，可以。304贵一点了吗？啊，贵一点。等一下，如果说你给个微信加的话，那就更贵。啊，给个微信更贵吗？是啊。那先加微信还是先拿东西？哎，先拿东西吧，我帮你拿。哎，不用你拿了，我自己进去拿啊。哎，我帮你拿，没有人在家吗？等一下，隔壁邻居看到了会说闲话。
哎，不会的，你单身我单身，说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还没到那个地步，刚刚开始嘛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在这里不要进来啊！好。哎呀，看什么看？哎，不看不看啊！哎呦，单身美女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破烂佬还坑我四叔钱，又那么寒酸。哎呀！这个304，这个就是304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挺划算的嘛！哎呦，哎呀，再来一个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个谁呀，还想加我微信，想做我男朋友？想得美哟！美女，这么久啊！美女，来啦！来，哎呦，哎，你弄摔跤我啦、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好重的，拿。哎，好重啊！哎呦，不给你进我们家了。全部都是不锈钢啊！对啊，304。不锈钢哦，我以为检查一下。哎呀，不用检查了，我你都不相信吗？啊，相信。哎，你给我摸一下，我就不检查了。哎，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哎呀，快点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称一下啊。啊。不锈钢我给你，平常值2块钱一斤，这次给20块。20啊？是啊。哎，可以了。嘿嘿。哎呀，我称我也不用称了吧，这么重，哎呀，给你30斤，50斤，50，哎呦，我看到没有？啊，50斤，哎，那这个就50斤，5 5 2 1 1100，不是，5 5 2 5 2 5 1 10 5 5 500。15啊？对啊，那是1500啊！对对对，500，哎，对，1500。哎呀，我还是上过学前班的，这个是我会算的。我都被你整懵了，哎呀！哎呀，1500啊？对呀，1500啊！哎，够吗？数一下够不够？哎，够了，相信你。说好给微信加了吗？微信加又加。520的哦，520啊，没问题啊，只要你愿意做我女朋友，哎呦，1314都可以的。哎呀，加吧。哎，怎么没有网络啊？你手机？哎呦，忘记了。哎呀，忘记充话费了。今天不是32号吗？哎呀，这样吧，你报我帮你充一下。138。138。3838。3杯。4388啊，嗯，充500，看到到了没有？到了，到了，有信号没有？有了，来，给我微信。哎呦，小青青，大飞呀、啊哦！是啊，我叫大飞呀、啊，你看又大块，挺大的我。哎，是啊，脚毛又多。美女，这样我说好哦。微信加了，你要做我女朋友哦。就女朋友。是啊。那发个520。哎，转过去。20了。哎呀，那这样吧。哎呦，你有多少钱呢？我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钱不是很多，现在就要这一点点。我想买一台手机，你看，我做你女朋友的话，用这台手机。多丢脸啊，也是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这样，这个你拿着，到时候不够我微信再转过去给你、哎、买个水果吃噻、啊。做我女朋友不能比别人差啊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嘿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是啦，那我们干脆直接去街上喝奶茶吧。哎呦，我晚上再去吧。
晚上再去啊。对啊。哦，越夜越有鸡。哎呀，到时候记得带上身份证哦。我随身可带。哎，那我出一身汗，我回去换一身衣服再过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哎呦，但是不能开这个烂摩托哦，我不去的哦。怎么摩托不行啊？不叫摩托车。哦，我叫我堂哥。哎呀，不要带这个狗链了。我叫我堂哥借一台宝马，今天晚上我来接你。衣服有没有换好一点啦？有的，你放心吧，好吧。哇，可以。那我回去换个衣服啊，准备一下，等一下我再过来接你啊。嗯，好吧。手机不要关机哦。哎，不关机，快点走吧。嘿嘿嘿嘿嘿。走了走了。要不我去你家去洗澡换一下。哎，我家还没有水来，我都刚从广东回来的。这样啊。对啊。那记得带身份证看电影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啰嗦，快点走吧。谢谢。哎呀。哎呀，不用解了，那个就放这里啦。哎，好吧。哎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哎呀，放这里，我要不要你的？谢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等我啊。啊。这个放的挺多了嘛。这个孩子不让了，还加我微信。哎呀，那么孩子还想约我上街看电影喝奶茶，我才不去呢。微信删掉。嗯，这钱怎么办？还是拿回去给那个四叔吧。那么老实一个农村老头，哎呀，平时也不少被这个破烂老坑。拿过去说这个破烂佬给他了。